虽说不是百分百人手啊，但根据我最近体验的，起码也有85%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像枕头一样的，然后躺着用也可以。我们给它打开，然后呢，躺下之后。是紧紧贴着这里的，会这样，感情吗？它会这样一下一下的，肉又肉又夹的。我先给它关掉，然后头部、颈部、肩背都可以按到，但我这里地方大小有限。呢还可以，就是多方位享受，一次性享受三种放松，这种拨筋感就真的很舒服。而且呢，最吸引我的一点是，按摩的15分钟里，它还可以牵引颈椎。躺下的一瞬间，有一种脖子拉伸的感觉。它原理很简单，在头肩颈的支撑下面，利用头部的自身重量反向牵引，然后呢，气节颈椎全部打开，还可以搭配热敷。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温温热热的感觉，它有一个温热的模式，从肩颈到后背啊，全部酥酥麻麻的，肌肉四节好像都打通了一样。另外呢，它的这个颜色其实比刚视频里要看到的要好看一些，配色选的还是可以的。它的面料也很。触感很温柔，是鸡皮绒的牛奶筋，亲肤透气不过敏。如果平时运动完你想放松一下小腿，可以用它，它是有支撑力的，所以还是可以按摩到全身很多地方。最后呢，菲舍尔家真的拿出了巨大的诚意，质量没得说，售后和良心，提供长达90天的运费券。然后买回去试试，没有什么损失的，而且评论区还有优惠券。喜欢蹲地架的小伙伴不要错过，现在下单还赠送价值99的这个温感双面眼罩。如果想换按摩仪啊，或者是想试试